这一群花仙子全身上下的表演服饰，都是由孩子以及家长利用暑假期间一起在家里共同合作所设计出来的表演服。这是以花为展览主题，结合花的意象所设计出来的花之一。让我们一起热烈的掌声欢迎美丽我们带来精彩表演，花艺满堂！掌声欢迎他们。
谢毕业班精彩的表演。